老夫这算什么神的，竟然无法阻止那群恶人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夫真没用，没用了。抱歉，皆因我才会引来他们。 力量逐渐回来了，不是只有华胥人才有这般体恤自然生物的力量吗？可是华胥不是已不存在于人间。 绝地天通之后，世间再无华胥，也无人知晓华胥国的所在。小丫头，你当真是华胥人？嗯。哟，哎呀，是老夫问了蠢话。这与大自然相融的灵力，怎会有假呀？可是。 你为何会再现人间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如今若要回去华胥国，必须经由剑墓，而剑墓化形之人，能替我照出剑墓。哇，难怪呀，你方才一直问老夫如何复生剑墓化形之人。 是因为如此，老夫错怪你了，华胥丫头。不要紧，那您如今能否告诉我了？哎，这个其实啊，复生剑墓化形之人不难。 只需要将完整恢复的剑墓晶圆放回原形剑墓之身中，便可使其复生。可是我答应了小姑娘，只能把剑墓晶圆交给找到天女的轩辕氏人，让她照出剑墓，待天女归返。 孤身，请听我说，天帝的爱女已经不可能回来了，因为我言尽于此，天帝爱女的所在地是必须死守的秘密。 无法奉告，天女回来只会让人间成为焦土。相信您也不愿看到。请您放心，虽然是由我借走剑墓晶圆，但我会代替您与那位姑娘，好好照顾晶圆。 倒也有了感情，分开不太容易呀。想当年，这是剑墓的晶圆，我费时许久，用尽心力，才将它找齐重聚。 怎么可能？小姑娘，你诓老夫呢吧？剑墓早就被毁去，哪还能找回晶圆？不过这晶圆的确有着一股不凡却微弱的灵气，这当真是剑墓晶圆。
山市，请你帮忙。嗯，说说看。我想借你善知万物的能力，修复剑母晶圆。嗯？剑母的晶圆毁损实在太重，我虽能将它重聚，也无法让它恢复原状。但如果有烈山氏你的力量，再加上我的方法，那么有朝一日它定能完善如初。这倒也无妨。近来外头不太平静，老夫先去帮百姓们重整田野，约莫三五年后再回来做这件事吧。不可以，会功亏一篑的。烈山氏，我求您，重整田野之事暂且延后，只要晶圆修复稍有所成，您也可以利用晶圆内的自然力量协助百姓，届时岂不事半功倍？你说老夫可以利用这晶圆中的力量？嗯，而且他会开心的，他本来就喜欢这世间的各类事物。之后啊，老夫为协助百姓离开了一阵子，等老夫回来的时候啊，小姑娘却不见了，而在这里生出了一朵从没见过的花，就是这朵蓝色的花。泉水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的，记得当年呢，那小姑娘每天一边照料剑木晶圆，一边流泪。老夫还猜想，这红泉水说不定是她的泪水呀。什么？这朵花是那位姑娘变的？这谁知道呢？花雪丫头啊，就依你说的办吧。反正把晶圆交给你们，老夫也谈不上违背了与那位姑娘的约定。老夫就专心守护这里的生物吧。武神，您把剑木晶圆交给木卫姐姐，是愿意教他如何复生那剑木化形之人了。嗯，可以这么说。谢谢武神。花雪丫头，你有一群关心你的朋友呢。但是花雪丫头，你这条回乡之路可不好走啊。你本来轩辕世人带回天女，可借着天女本身的灵力，无视天时地利，即可透过剑木登天。老夫是说复生剑木化形之人会较为容易。而且当年剑木晶圆受损实在太严重，即使到了如今，老夫也不敢说他已经修复完成了。但如今老夫已没有守护晶圆的必要，就让老夫助你们一臂之力吧。算是修复了吧。如今呢，你只待找到原形木身，便可依天时至地利处召唤，不对，复生那化形之人。
谢谢您，古神。请问，照出芥木需要天时地利，分别是指？要是老夫没算错，时间是月余之后的一个日食之日。这一点都不会不轻易啊。哎呀，那是华胥丫头运气好。那地利呢？当初华胥国是自绝地天通处消失，那么找到绝地天通处再施术即可。绝地天通处，但我也必须先到当地才能认出。地点可以再找，不过方才听古神您说的原形木身似乎是复生芥木化形之人的要件，不知该物现今位于何处。小姑娘跟老夫说，原形木身被他冰存在西南方一处雪峭冰封的天湖里头。哎呀，神力差不多快用光了，老夫累了，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之后外头的结界会再复原如常。不过有小伙子你在，你们要进出结界应该也不成问题。小伙子，小姑娘还留了一点力量给我保管，不用也是浪费，如今交给你，你可要好好利用她呀。给我？是啊。全身好像充满了力量。你这小伙子还真幸运，这血缘对了，什么都对了啊。太好了，木叶姐姐。你身是福神，谢谢你。只要再取得芥木原形之木，找到绝地天通处，复生化形之人，木叶姐姐就回得了家了。虽然听起来还远得很。再远都要完成。明白。凤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凤大哥。什么？我说再麻烦都要帮助木叶姐姐回家。是。凤大哥怎么了？笑得有些勉强吗？凤大哥，这里看起来真的没有山洞者的线索，接下来还要查探别处。你们做什么？一个个这种眼神看着我。虽然在杜广之夜查探的结果不如预期，对天之血脉的谣言无法有更进一步的突破，但至少芥木一事也算是有些眉目，不能说没有斩获。我会飞鹰传信让师父知道，而后继续护送木月姑娘前往雪峭冰封。
好了，雪窍冰峰似乎是个冰冷寒荒之地，出发前最好做些补给。这附近唯一的补给点就是义和镇，但向姐是那里的首领，若遇上他又有麻烦。虽然这附近只有义和镇一个村庄，而我们里又有个挨不着饿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不了我忍着点，路上多打些野味。好吧，反正速去速离，保持低调，如果真的对上，我想我们也不会败。向姐他们呢？我们真幸运。这里没有大队人马的痕迹，向姐或许的确还没回来。好，我们就趁此机会，快些把补给准备好。总是一放松下来，肚子就饿了。你们不用管我，让我自个儿去觅食吧，免得耽误大家行程。阿乔，我和你一起走。师傅，风大哥，你们去做正事，分开行动效率些。就依阿乔吧。好吧，你自个小心点。沐月，我没有要买的东西，一旁等你们。那么咱们各自准备自己要用的东西，
晚点在村门口汇合吧。绝地天通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颛顼他真的背离了与我们的约定吗？或许我的诸多疑问他会有答案。不行吗？木叶姑娘，我想向你请教一些事。先前查阅古籍时，你说天门已封印，血脉之传闻亦无中生有，但听了古神所言，似乎不是如此。我希望登天请天地端正商人血脉，这与你应当没有利害关系，何以你对这些讯息加以隐瞒推诿？你多想了，许多事我跟你同样疑惑。站在我的位置不得不想很多，回头想想，我们对你的来历一无所知。在有熊村，你用特殊的灵力操控魂灵，而那些操控妖物四处攫取魂灵的异族人跟你一样能操控魂灵，你们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目的为何，我只想回华胥。好，那么华胥究竟在哪里？为何我感觉木月姑娘想方设法追寻的华胥似乎不在人间？不会是被我问到重点了吧？我不想回答，我只能说，我的国家和干扰你商国的煽动者没有关系，你继续深究，也不会有收获。木雨姑娘看似不像说话，但天之血脉传闻也不似空穴来风，或许她真不知。看来目前也只能早日找出煽动者，真相才可能水落石出。而师父给予的回应，一说剑梦化形之人的事值得一查，说不定与登天一事相关。眼下不宜与他撕破脸，暂且先跟着他走，静观其变吧。我相信木月姑娘，方才若有得罪，请见谅。原来你们在这儿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司空兄弟都准备好了。咱们往村口与阿锦汇合吧。阿巧怎么还不来？阿巧不是不守约定的人，该不会是遇上了向姐儿？我真不该放他一人。若这样就麻烦了，咱们先去村里几个吃东西的地方看看吧。